慢慢的思考，多思考一下。哇，等一下，好难啊，最讨厌选来选去。就命运的安排吧。三位都是我特别想去合作的歌手，确实是这样。我其实直接可以把那个人选下来，但其实我突然又想到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比起选人，可能说实话，选歌来讲，就是我能更去投入到进去里面。所以我灵机一动，我觉得选一个，就是愿意跟我一起完成这首歌的人。对，我是有一首那个 band 的那首歌，我是蛮有兴趣的。哦，火车。没有想到他会选这首歌，但是我根本就没有选择的权利。哦，你喜欢的是那个刺猬乐队那首？对对对，我可以名牌了。对，我是想名牌做一下，我觉得这样好一点了，这样不让我自己太纠结了。对，直接一点了，好，我退出。好，我退出。啊。懵了，我退出，我 out。我也老实说，这首歌也不是我第一志愿。好吧，没关系。我先起来，等一下。柯哥，你对这首歌有兴趣吗？你对这首歌有兴趣吗？柯哥，我讲实话啊，我的第一志愿是另外一首歌，但是这首歌就是我的第二顺位，我是这么排的。好好好 ，OK， 我懂了。Okay、好吧，没关系。强扭的瓜不甜，你知道吧？就是虽然我可能跟那个人是 OK 的，但是这首歌，我觉得如果你不是百分之百喜欢他。让我觉得你带哪怕一丁点你不愿意去做这首歌的话，我觉得这个东西最后一定不是完美的。我可以说吗？当然，话筒。我的第一志愿是刺猬乐队的那首歌，刚才。对。那我就选择跟我有一样志愿的，娃娃，你愿意吗？我愿意。你愿意吗？你愿意为了我吗？可以可以可以。哇，这个炸了！我觉得他们两位很炸。对，就大家都没有想到嘛，所以我觉得借杰兄姐一句话了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，我不会让他失望的，因为我就是想从九十秒到一公到二公越来越炸的一个过程，我想让大家再看到雨绮一次，我觉得一公一次还不够，我觉得还要再炸一次。配对成功，这回是真的牵手成功。对，来吧，来，我们好好交流一下。我这首歌我以前一直都听，我跟刺猬是很好的朋友。刚才在小黑屋的时候，想不想知道他选的谁？好吧，谁呀 ？Yummy。宋雨琦刚才选的是。太准了吧！我跟你说，如果我会乐器，我就选这首。不用乐器啊，这首歌不是 band 的吗？对，不用你 band 改编的，可以改编曲，可以改啊，姐。是，对，嗨，没想到。哎，我们两个
挺那啥，就像是在不同的时间跟对方表了白，但不在同一个空间里，刚好错过。嗯，但是这样好像也挺浪漫的哈。接下来第二组就是单依纯。有意愿跟依纯合作的，我，单依纯、周杰琼对吧？但是我在小黑屋里没选你哦，没关系啊，你是第二顺位，因为其实我也很花心的。